我也被骗去演的嘞，拿到剧本，我说哦。翻我大概有四页到五页是 A4 纸全满，哇塞！我说哎、欸，赵哥，这个是 A4 纸全满四页五页要背很久，哪背得来？不会不会，这就是难一啊！给你大字报哦，大字报哦，太棒了！大字报去，马上去！哎、欸，今天是演什么？我演盲眼的瞎子，然后而且他告诉我的演技就是我要翻白眼，他我要这样子演，那我这样子演我怎么看大字报？你教教我。我也被骗去演，他千交代万交代说我不适合演古装，对，我说因为我戴眼镜，你就不要戴嘛。我说不行，我这辈子就没有脱下眼镜过。对，好，给你戴，给你戴，演古装武侠的，我戴眼镜。好，我他们演的开开心心，我想说你无所谓，我也没关系嘛。我在那边彩排，他们演着演着，突然屁股一阵剧痛，有人踢我屁股。伟忠哥戴眼镜给我演古装，